小伙突然意识到眼前朋友的脸竟然是蜡烛做的，看着朋友在动，他小心翼翼地再次摸了上去，没想到这次连皮都掉了下来。小伙顿时吓得不知所措，他想要去修补，可越修皮掉得越快。就在这时，朋友的眼睛疯狂暗示，似乎看到了可怕的东西。突然后面一把长刀砍了过来，吓得小伙赶紧逃跑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被屠夫推进了工作室，接下来屠夫要将他做成下一个蜡像。很快小伙就被屠夫注入了麻药，再剪开他的衣服，在他身上撒上酒精，将小伙的全身洗干净。随后屠夫打开一个罐子，将里面的强力胶水涂在了小伙的眉毛上，接着又沾上一勺涂在了他的胡子上，他要给小伙做个脱毛手术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屠夫将一块白布盖在了小伙的脸上，用力按压毛发部位，再这么突然一撕，果然效果明显，小伙的毛发粘在白布上全被扯了下来。接下来就是残忍的注蜡环节，只见小伙被固定在了模具里面，在模具上数百只针孔对准了他，蜡油将会通过这些针孔摄入到小伙的全身。此时屠夫启动了开关，滚烫的蜡油开始了沸腾并流向管道，屠夫则快速地将其他之路全部开启，而小伙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。没一会蜡油就朝着小伙的位置喷射了出来，滚烫的蜡油瞬间就喷在了小伙的腿上，剧烈的灼烧感让小伙发出了呻吟，屠夫则继续加大剂量，喷头被全部打开，随着蜡油越喷越多，小伙的全身已经被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蜡油，此时的他已被完全浸泡在了里。随着蜡油越积越多，小伙也被蜡油完全包裹了起来，一具新的蜡人也即将诞生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同伴小帅和小美找了过来，看着眼前被做成蜡人的小伙，小帅想要去营救，没想到小伙的脑袋瞬间就断成了两截。正当两人陷入悲痛中时，屠夫已经持刀冲了过来，准备让两人成为新的蜡像。然而小帅可不好对付，他一把将屠夫推倒，接着又将整锅的蜡油给倾倒了出来，这下整个工作室陷入了火海。殊不知房子全是蜡油做的，危险来临。此时蜡像很快被高温溶解，露出了真身，都是一具一具活死人制作而成，而小帅也陷入了融化的蜡油里，寸步难行，他用尽全身力气才得以摆脱，而小美则逃到房间躲避屠夫的猎杀。然而屠夫已经追了过来，蜡油做的房门根本阻挡不住屠夫的大刀，随着刀口缓缓落下，大门很快就被切割成了两半。此时的屠夫徒手就将切封处扯开一个大口子闯了进来，面对凶残的屠夫，吓坏的小美赶紧逃跑，眼看就要被生擒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帅冲了进来，将屠夫推倒在了床上，再一脚将其踹了出去。然而由于地板已经融化，巨大的冲击力让整个楼层坍塌了下去，屠夫摔落到了底层，陷入昏迷，而小美两人则掉在了楼板上，躲过一劫。但此时的楼板还在快速融化，两人已经没有了退路，眼看外墙也逐渐溶解，房子将随时面临坍塌的可能，两人要赶紧想出办法。这时小美摸到了外墙，突然想出一计，她立马招呼小帅一起开始挖墙壁，只要挖出一个口子就能逃出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很快他们就挖出一个大洞，在地板坍塌那个爬了出来，可这时外墙壁已经无法支撑住倒了下来，好在下降缓慢，他们幸运的来到了一楼，成功逃了出来，而屠夫就没这么幸运了，随着高温溶解，他消失在了蜡油里。